台南新市台江首庙应安宫伫关鬼门最后一天的暗时办理较细场的囡仔铺，而这个囡仔铺主要是要让中关无参加普渡的好兄弟，会当伫关鬼门最后一天参加囡仔铺，款待伫人间无食饱，也是无住孤魂，会当食饱得到满足。庙方特别关中门，避免好兄弟唔敢挖过来享用贡品。台南新市台江首庙应安宫伫农历七月全区38间公庙伫全部完成中元普渡以后，成为新市主境大庙应安宫。伫关鬼门最后一天暗时，也再度办理比较较细场的囝仔铺。伫囝仔铺祭拜仪式开始，由立委林义进担任主祭官，主委陈明东带领着大家上香祭拜，并且由区长谭乃成诵读祭文。庙方也来关中门，避免好兄弟唔敢换过来享受贡品。祝圣六道，三途五苦，无事男女全各有好兄弟。中门正灵富贵，太乐地门。的意思，当时就是规个新市拢总破了啊！伊最后一届若破无掉，拢走来永安宫咧破。啊，所以吼，永安宫将来当时，伊无咧关庙门，拄要破刀当时，庙门咱有关开。啊，破东时伊无咧关，伊无咧关门个，对不对？所以讲吼，伊是迄个地方上个建筑个当时吼，吼，伊个兵马拢会过安尼继续安尼咧看遮好啊，伫安尼。大家哦，哦，食有饱无啦？咱固定吼，啊，拢伫咱七月最后一天的暗时啊，哦，来举办囡仔铺，啊，代表咱七月时啊吼，啊，这个普渡的一个圆满啦吼。我想大家顾名思义吼，咱嘛知影囡仔铺吼，茫茫讲啊，伫咱这个啊，另外一个世界吼，啊，这个啊囡仔吼，啊，不幸啊，过身的囡仔啊，一个另外的世界，哎，咱就透过七月时啊，等下享用咱个准备的。台江首庙应安宫表示，囡仔铺主要是要来予市场周边做生意的店家，伫中原无参加普渡的民族，会当伫关庙门最后一天来到应安宫参加囡仔铺，款待伫人间食无饱、甲无住的孤魂，会当食饱得到满足，顺利转去人间报道，唔通流乱伫人间。三拜，拜神。记者肖建伟新市区采访报道。